兄，大兄，大兄！周长香，大庭广众，你报那么急干嘛？本兄，你可算来了。你是不知道，这赌房里面新来了些好手，那骰子耍得出神入化，兄弟我连裤头都输得不剩了。本兄，你可得帮兄弟把场子找回来。哎，大柱，我答应我姐了，再不碰骰子。本兄，这说的是银子的事儿吗？这说的是面子。你今日若不出手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往后咱们京城二少的面子要往哪儿搁呀？哎，那是你的面子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我兄弟多年，你怎能见死不救？凡兄，小玩两把，小玩两把嘛，不赢钱，只为帮兄弟吧。啊！行行行行行，那先说好，就两把，两把啊。下单，来这把呀，不还压小？行，你压大是吧？我压小，一二三，小。继续继续啊！来，下单。快！小，我就是小，小，听着，压大，哎，小。这银子都是我的，这个是您的。这位少侠，你这把把开门红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？小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把把开门红啊，是因为这个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个，这就是京城时下最流行的成安伯护身符。我几身护身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宫里传出来的消息，这长安伯荣霞呀，乃是圣上的私生子。私生子？你们想啊，长到20岁，捡了这么个便宜店，这种好运气还不得拜拜啊？啊？对对对，拜拜拜拜，都拜啊！来来来，继续继续啊！来吧，继续继续。听说了没？可陈阿伯马上就要生效了，从今以后人朝廷大事，那还不他一个人说算？哎呀，这算个什么呀？那可是陛下的私生子，生了相算什么呀？可就是陛下把皇位传给他，我眼皮子就不再扎一下子。行，我听说陛下把传位诏书都写好了，就在正殿牌匾后面挂着呢。哎，巧了巧了，我那里还有太子装束的陈安国挂件，这么好看呢？说呀。咱不说了，不是喜欢八卦吗？要不要本郡主把你们的嘴巴缝起来？算了，花花，不过是一些闲话，不必同他们一般见识。我是被说惯了，反正脸皮厚。可是伯爷不一样啊，自从伯爷跟我在一起之后，成天被这些流言蜚语所骚扰，多烦呀。花花未免也太小瞧在下了，能面对花花，这点流言不足伤心。不过容某倒是觉得这玩偶像在下做的颇为可爱，不如你我一人一个凑凑一对如何？郡主，郡主，大事不好了，世子在赌房被人给扣下了。